各位青春制作人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耀星文化的王思雨。因为我平时的穿着打扮，大家都会叫我王奶奶。虽然我看上去年纪大，但是承诺依旧不能少。在这里，我承诺：一，我每天以后吃东西不能十个十个的吃。不瞒你们说，我牙口好，我一天啊能吃十个豆包。二，我承诺以后做事不能磨磨唧唧，要干净麻利脆。三，我承诺以后每天要充分做好热身运动，不能让身体嘎嘣嘎嘣的响。不信你们听。希望我实现我这些承诺，能够变得越来越年轻。各位青春制作人们，快和我一起变年轻吧。